开游戏音乐就好了。感谢橘子味的泡泡送的飞机啊。这个就很恶心了，这个起始价怎么这么低呢？6%每个月。剩余的土地租赁价值什么意思？解泡泡的飞机啊！哎，等一下，我怎么提前结束了？等一下，不对，我得重开一下。等一下，来，我上个厕所了。刚才开急了，应该没有给我算那个吧？开始。要致富，先烫油。删了就是，下一关再贷款吧。哇，被这个系统恶心到了。也不卖了。
八毛在卖。八毛五了，九毛了，这就舒服了嘛，不给中间商吃回扣，知道吧？一块二，感觉我还卖早了这样子。卖一块四的，完了，这管子拉亏了。不行，我得把那个扫描仪给它整出来。这块好像不大，没必要加粗。下面还有，不应该吧？他在这边，他往右边。哦，等一下，差点动了。九毛我就卖了，九毛可以吗？一块钱。哦吼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没了，好像不卖了，再囤一波，一块二再买。
涨呢？怎么就跌了？这个油没多少，这个主要是。感觉得卖了，十二月了。卖就烂在手里面，哇，利润三万还不错。先派地，我刚才那块地在哪？我忘了。哇，三十四能吸个三万吗？太离谱了。三十六。先把爽文一买了，这个漏油不罚钱可以。哦吼！拉线卖，你在跟我闹吗？炸炸的，我发现我把自己炸没钱了，我吐了。没事，我这个溢油不怕的，他收了我的钱，我试一下，石油泄漏应该没关系。
看他是不是真的不罚钱啊？收买了那个官员。现在石油泄露他不罚我钱的，没关系的，给他漏就完了。右边在涨，先卖一点。这轮我血本无归的，探油小哥已经探不到油了，他这是什么？哎，这块油还行，直接全部拉加粗。等一块钱，等一块钱，等一块钱再卖。一块你在哪里？一块你在哪里？一块你在哪里？十一月了，不行不行，得让他手里面。十一月必须得卖，不然。一块一块一块，九毛九毛九，可以了。
没关系，还没十二月呢。锤子哦。还好勉强卖完了，可以了。应该是没东西了。干净。两万。一般第一轮的话，看电脑怎么拍。等一下，哎，他们没扎堆拍吗？随便选一块好。一般负的地是连在一起走的。石油泄漏，50%的折扣，那我必不可能泄漏的。钻石是个好东西。完了，我没升钻头。等一下，不对，我忘了这关要升钻头的，不然没法玩。钻石是个坏东西啊。3万钻头我吐了。算了，只能跟银行贷款。哎，我炸右边干嘛的？左边。左边的钱高，左边70点。就买右边。Oh no！ 哎，基于8毛咱不卖啊，亏本生意啊。
哇，这零一毛九，这是能出的价格吗？啊！鼹鼠等地壳升上来再装，知道吧？可以装的更深一点，前期不要配鼹鼠。鼹鼠等到地势升高了再配鼹鼠，你能看到更多东西。等一下，石油泄漏，哎，跟弹幕说话去了，很烦。鼹鼠基本上等八九月的时候再派出去，感觉我这探油小哥的深度得给他升一下，一块一卖了，收。这块地好像不咋地啊，这块地好像真不行。开鼹鼠了，主要我这个探油小哥我没给他升比较高级，他下面的探不到。不是吧？左边这个是不是？直接把这仓库放到左边门口，方便第一时间。主要没囤，有一块一可以卖。这已经休息下班时间了，盯什么联盟呢？啊？想看的话，我们明天早点来，好吧？好像这块地还行嘛，三万了。主要是卖的好，这油卖的都是高价格，就没有低于一块钱卖的。收，再等下一轮。这块油田好像挺大的，没了。右边跌了，不对不对，十一了，再冷一下，完了，这个价格有点不对，三怎么三毛四毛了？等到十二月，这个油不多，应该可以一波飞。哎呦，冷一手，冷一手，冷一手。冷了，七毛。Thank you.
哎呀，钻石在那边呀。支撑架、训练马匹、我们这块地36，哦，这块地负59。他说明年是，也不知道明年是不是这一轮的意思，明年应该不是今年啊。这没必要买。他自动还款。前期8毛，低于8毛不卖啊！不要让这个资本家压榨我。完了，这个人在招手，这边怎么办？350能接受的，开个钻井也要300。哦。知道没抽到，这个不着急的，右边都还没抽完，着什么急呢？啊？哇，差点泄露。什么意
意思。什么呀？有这么多吗？有这么多吗？完了，好像还真有这么多，这个太肥了呀。这都八月了，感觉吸不完了。挥手干嘛？没有吧？吸不到啊！这到底在哪？哎呦，真牛批啊！真大，真的太大了，把我看得我都吓到了。出事，要出事，要出事了。不对不对，想一下啊，虽然不知道哪里要出事，但是好像是要出事了。我想一下了，这管子连太多了。等一下，满了吗？释放一下，释放一下，别抽油了，别抽油箱里面的油，大哥。不能涨了，感觉又爆了。
是八毛也太低了呀。十二月再卖。坏了坏了。妈的，他每次卡十一月到十二月这个点，油价就很低，很恶心。差不多抽完了，差一点点。哇，64，太豪华了呀，兄弟！64，我说怎么这个游戏不玩呢？这原来是64呀！64基本上是这个地图里面最肥的田地了。我说这个游怎么会吸不完呢？加粗一下我们的那个了，报价不低于0.3，这可以，才2800，这块地挺肥的。行，我还是想买个钻石，可以了。开局一个炸，再见。哦哦，这个这块田有点厉害哦。
到天黑，能从这缝里面给它伸进去吗？不行。哎呀，不行的话，我还不如从右边那边拉个钻头出来的，750太贵了，我操！想着从这边能拉一个出来就可以了。那我还不如从中间这个钻井拧根线过来。不卖油得爆仓，知道吧？爆仓你又得罚钱。这块地怎么没我想象中的肥呢？什么呀？就这？这样就结束了吗？尬住了。这块地我感觉只有30到40，达不到40以上。突然静止了，等一波1块钱给这个油卖了。你就停住了吗？出手。1块的时候，你卖的时候拉过去就已经是1.1块了，知道吧？等你卖完的时候，它已经变1.3块了，懂不？最后一波1.3块，它就会开始降价了。看到没有？1.26块开始跌了，太完美了，跟我预算的一毛一样。看一下刚才这块地是多少的，33。我说这块地绝对不超过40。
明天再来，明天再来。大家没点关注，最后点一下。今天的石油环节就到这边了，明天见，明天见，罚款2000吧。最后没点关注点一下啊，下播就给你们整一会儿。两点了，明天见，明天见。今天双倍亲密度，双倍上线啊！大家晚安，晚安。弹幕走一波，晚安，我就下了。想看明天再来吧。